你看这个秤，今天我买破烂手贴的，手破烂的，看准一下，就这头巾，这一家差一半月，差一半能，这个能动弹，一动弹就是一半月。我称的那些破烂，哎，搁账都那个老是四十斤，到他一动弹这个后边这个就是二十斤，知道了吧？账的秤。